但我猜大概率还是按照可能稍微强一点的，可能挑头说：“哎，我就做这个行业了，谁跟我？”嗯，这可能是比较正常的一个思路，对吧？然后元宇宙的基础设施是 VR 和 AR， 而脑机接口是支撑 VR、AR 的一个非常上游的技术。要不 carry 一下我吧？你要脑机接口啊？您说有没有人会真的对某一个题就特别感兴趣，所以也不考虑人手搭配啊、能力强弱，就是要脑机接口。哇哦，是我的了。我猜这种情况一般来讲，就比如说脑机接口那类似这种的，就大家都觉得很难，没有人有对它有能力，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有人我就愿意，对吧？挑战一下，那我可能就站出来了，我做这个了，大家谁愿意跟？反正比较简单的，像奶酪的呢，大家我觉得还可能还有点谦让一下，有可能是这样的。你不好说，哎，我就站这个了，谁跟我？那你就你拿了一个最 easy 的一个东西嘛。嗯，我看刚才他们跟炸了锅似的，特高兴，在那儿讨论呢。他也觉得后续考核难的，他觉得。是不是导师提的问题也不一定很难，因为大家对他都了解有限，但是如果类似于像奶酪啊植发这种，其实能提的问题就会特别的多。对，植发我猜就可能几个男生说，哎，这个男生相关度高一点，对吧？我们就选这个。有没有奶酪或者植发的？我植发，我觉得植发可以啊，我植发。难度大的可能就真的需要有人站起来，我就要做这个，估计剩下的人呢是有可能就平衡一下。